好，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佳丽哈。那我们接下来换一个看点。那每逢周末长假，相信会有不少人会选择跟家人朋友去岛上观光度假的。可是，在哥伦比亚西北部的这个瓜塔佩市，却发生了一起乐极生悲的事件。那一艘载有大约170人的观光船呢，传出了沉船事件。截至目前为止呢，已经造成了9人死亡，多人受伤，另外还有30多人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的。那有目击者甚至还拍到整个沉船的过程，其实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已。眼前这一幕就是哥伦比亚观光圣地，海上一艘原本是四层的观光船正缓缓地向下沉，到后来只剩下顶层，不少的乘客跑上顶楼等待救援。才短短几分钟，这一艘观光船就沉没在一片汪洋中，附近的船只眼见事情千钧一发，都同时驶向了出事的游船救人。Hacia el fondo había un barco que había salido con varias personas de cuatro pisos. Y empezamos a grabar y se veía cuando el barco iba bajando. 事发之后，部分获救的乘客经历刚刚动魄惊心的一刻之后，惊慌失措的神情依然挂在脸上。消拯队伍都赶到现场救人，哥伦比亚空军也派出了直升机参与救援。Ya se tiene un equipo en sitio perteneciente a bomberos Guatapé. Se está haciendo las coordinaciones para incrementar el pie de fuerza. 沉船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，不过有幸存者怀疑是观光船超载，而且船上的乘客当时都没有穿戴救生衣。